奥运会的旅程我觉得是非常圆满吧，但当然我觉得其实在今天，其实在今天的比赛整个的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这种艰难吧。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第一场的这个双打的这种比赛，但是我觉得之所以能够去取得最终比赛的胜利，其实是跟我们互相之间在很多个这种日日夜夜互相之间的这种配合默契，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信任，其实是分不开的吧。我非常感谢在我身边的这两位队友，两位小妹妹，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接下来，在未来，他们能够更好吧，取得自己心中终极的梦想吧。